整俩小馒头娃玩儿，这玩意儿吧，我这去年就看上了，但是就是让我尘封在脑子里面，这事儿忘小后跟去了。完今年我想起来了，整两个玩儿。这玩意儿我感觉，就长得这个形状好像土豆子发芽了呢。完了我查资料说这个东西吧，就是不会跳啊，只会爬不会跳，这个状态还不太好这只，而且不会游泳。落水之后啊，把身体吸入大量的空气，像一个气球一样就飘在水上。不会游泳这个玩意儿，潜不下去，拿出来跟个气球似的。哎我去！哎你那四个小短腿你是怎么跑这么快的？哎这个速度惊到我了，这个速度，这完全不符合科学常识啊！这么短腿你怎么撩那么快的？真的，你是我见过腿短生物里头跑的最快的了。这是给他们准备的小饲养环境。半小时后，看看他俩搁里头待的咋样。哎呀，拉错抽去了。这玩意儿吧，我看网上说特别喜欢钻土啊。这儿有一个，那个找找，你先搁水盆子里待着啊，待好。我喜欢这种刨蛤蟆的感觉。哎呀，这咋还没有呢？不是吧，这么大点小盒我能找不着它？我靠，完了，这蛤蟆刚进去丢一个，这什么玩意儿呢？挨个挨个找，我就不信我今天我找不着它了。我找着了，藏得太深了啊！第一遍我愣是没摸出来它。我是查过很多资料，说这玩意儿钻土厉害，钻土厉害，我没想到这么厉害，这事儿整的。我到底是养了两个蛤蟆，还是养了两个土豆子？